你们看看什么是恋爱关系中的强者。早上起床看见他还睡着，不管他。强者的一天是从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始的。做好了早饭却不想吃了，丢给他。我要开始做运动了，洗衣服能很好的锻炼到全身。这女人竟然在我玩水的时候打扰我，那就给她找点事做。爱情中的强者就是这么足智多谋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爱情里真正的强者。 你上厕所没事？咋了？你在里边待着干嘛？我咋有线啊？你别老坐在马桶那打游戏，时间长了就得痔疮。男的怎么能得痔疮呢？搞笑。哦。我待会儿拿新的叉菜给你尝尝。这是我坐。啊，我这你走了。没事没水。 我喝点水吧。我叫你的，赶紧吃啊！干啥呢？赶紧坐着吃啊！我刚坐太久了，我能站着吃吗？吃饭哪有站着吃的？坐着吃。没事吧？太麻了。我给你尝尝，你先坐着好久呢。这个。李子飞，你带人回来了。 这什么人没有啊？厕所我都看见了，他还来姨妈了。没有，怎么没有？我都看见了，你看说你没有。我刚刚弄的。痔疮。啊？谢谢你啊。没事。你怎么能会这些？哦，我有个朋友是医生，我问的。哦，那挺厉害。那个，你刚刚没吃饱吧？我再去给你做一点。 不用了，我一会儿点外卖就行了。点什么外卖？不健康啊！你在这拍一会儿，在你好之前，我来照顾你。这个女人今天到底在干什么？干嘛呢？藏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是我来这里的。不知道。这是什么？送我的吗？你怎么知道客户快用完了？我不知道啊。用我的，这是谁？ 不是你的吗？我没见过。这是在你车里，你拉过谁你不知道吗？谁也没拉过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再想想，我可以等到你没事。你就再等等我，我也没拉过谁啊。我看是你拉的太多，忘了吧。我是还有这种别的东西。嗯，不会从来没穿过这种袜子。我也没穿过。我没说你穿过，这肯定是你拉过的人穿的。谁也没拉过，这非要是只做我自己，真的。我什么意思啊？ 你的意思是，这是我自己放的，然后我忘了是吗？不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穿过这种袜子，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不然就算你送我口红，这事也过不去。不是，什么呀？前男友，这是谁送你的吗？交这个吗？这个我可以跟你解释啊，这是我自己买的。原来真的有人送给你东西啊！我说你最近皮肤怎么这么好？原来是有人帮你护肤啊！ 不是，到底是谁给你的？这个真是我自己买的，我这还有记录呢。嗯，那你也不对劲儿，你怎么突然开始护肤了？不对，这个丝袜的事你还没给我解释清楚呢，你别以为混过去了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你确定要一个解释吗？确定要一个解释。行。哦，这个人够清楚吗？我都想拿了。 我你现在敢泡了吗？你现在敢泡了吗？啊？不知道炖汤怎么样？还会鸡汤呢。嚯，有模有样的。你尝尝。嗯。别烫着啊。嗯。怎么样？好喝吗？还行，就这个味道。你有什么做的？独门秘方，你先喝点。独门秘方。我还写着一份啊。哦。独门秘方。我得看看。 什么？有。哎呀，玩儿。行。刚刚今天喝完了吧？我就给你炒鸡腿吃。真的，只有鸡腿，不是只有汤吗？没有鸡肉来的鸡汤。啊？什么？居然有啊！虽然我现在还不太会煮鸡汤，但是我想方便面那么好吃，原来煮鸡汤肯定也不错，是吧？挺好喝的。 是挺好喝的，其实我现在厨艺还不错，但是我一定会好好磨练的，以后一定能抓住你的胃。
我以为你整蛊我，我给你的化妆品是假的。我知道呀。你知道？嗯，一开始知道。那你怎么不拆穿我？我看你想整蛊我，我就看见你了呗。我要是一开始就拆穿你了，你得兜回去。哎呀，好啦，你吃的就想吃，味道肯定一级棒。